第八课，让我想想再告诉你。Lesson eight, let me think about it and I'll tell you later. 课文一，在教室。Text one, in the classroom. 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明天下午再去吧。你想看什么电影？ 让我想想，再告诉你。New words，在让告诉课文二，在宿舍。Text two, in the dorm. 外边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你等等我好吗？ 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回来再打吧。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听说大卫病了，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New words，等，找，事情，课文三。 在宾馆的前台。Text three，at the front desk of a hotel。服务员，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您住哪个房间？三幺七。好的，我叫人去看看。New word。服务员。课文四，在商店。 Text 4. In a store. 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这件白的有点长,那件黑的有点贵。这件红的呢?这是今天新来的。让我再看看。New words. 白黑 Fui.